个哑巴吵起来，确实，好想看哦。其实我没有看过哎，可是听说好像真的是。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熊。早安，黑熊。今天约黑熊来，是因为今天的主题刚好符合你的年代。又来，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火影梗图系列。哦，难怪你说符合我的年代，非常符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开始之前，各位如果喜欢火影忍者系列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那我们突破可能一两千，我们就会拍下一集的梗图。大家别忘记啊，因为频道被限流啊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这样子。然后分享的话，可以看大家自己这样子。OK， 好的，开始。这次敌人比过去都还要难缠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，阿明呢？万事螺旋丸可以搞定就对了。没错，火影有到这个程度吗？万事螺旋丸，但好像他也没别招了。我对这招比较有印象。我觉得他比黑崎一护好，因为黑崎一护只有月牙天冲。对，黑崎一护永远就是那一刀。我曹某在此拍胸保证，我俩在此令他人感动，敷了一个汗毛。这就是曹氏宗亲会的意思，就是因为曹操喜欢冷妻，然后雷影也有一个梗，就是他就是竹田这样，概念就是这样。出生父母就去世，父母从来没出现。真的，其实我以前刚开始看的时候，我还以为阿凯是他爸哦，因为太像了。对，后来发现阿凯其实有另外有个爸爸这样子。对，小李父母有讲过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很多角色都没有特别提过原生家庭，只有因为他是主角，他必须说，他一开始要营造他很可怜。对，不知道他父母在干嘛，一定是在九尾那场战役中死去。彼得把查克拉接在脚上就好了。靠北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原来如此，阿格拉太好用了吧？像我最近有看葬送芙莉莲，艾兰不是会在水上走吗？对啊，艾兰用跑了嘛，那个芙莉莲他们也会在水上走这样子。然后聊天室就是刷说，把查克拉集中在脚上就可以了。没错，可以在水上跑。迷人，佐助是世界上最接纳我的人，其他人。哇，这真的哎，酷啊！真的，自来也。右上那个我忘记叫什么，是鹿丸。对，鹿丸。然后这个是那个竹田一路，还是那个还是零食？竹田。竹田啦，一定是竹田。然后那个谁？可这个我不知道是谁。木叶丸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是木叶丸或伊鲁卡。那重点是这边有画这个。哦，伊鲁卡，佐助就是一个，就是鸣人如果没有一直这样持续说服他的话，佐助就是直接误入歧途的人。没错，完全黑化的。对，所以鸣人花了超多集的时间才把佐助从歧途拉回来。然后左下角还有其中一个是挂的，哇，自来也哭哭。佐助和小樱结婚的时候，宇智波一族的人没有一个来参加，可见佐助家族人缘有多差。别吧，别来吧。没有，他家死光了。对啊，别来吧。他家死光了。我想一下，后来还有宇智波一族，好像没有，真的是没有啊，好像只有提过他哥哥啊。然后还有那个最早有提过宇智波止水。对啊，但可那个都很早，对早期很早就挂了，被绘图转身出来的啊。对，他还凑他家全部人都挂了，可怜啊。只有火影迷才看得懂小樱、井野、竹田、纲手。懂，确实懂。这个是鸣人的小孩吗？对啊，你说这个波人，对。对，我没有看那个，听说听说后面还可以，前面蛮难看的。会拿枪，我终于可以出去了。汤姆猫与杰利鼠，这个蛮好笑的，这蛮不错的。论背景的重要性，我操，完全吻合哎，但是背景一换，直接变不同的剧本了。对啊，而且他有开一个门缝哎，在门有，就外面有人不，或者他们门没关好，很急。背景果然很重要啊，背景很重要。我们也可以一次就是 no， 又我们可以吧？可以，不行，那个哑巴吵起来，确实。好想看哦！其实我没有看过哎，可是听说好像真的是。好想看，就是会很激动，就一直比这样子。博人传前的佐助斩杀无影，消灭尾兽，统一人界。博人传后的佐助没查克拉了，以致波爆摔。是我对博人传的佐助这么废啊？对，蛮逊的。啊！鸣人跟佐助都蛮逊的，在博人传的时候。哦，好了，他们可能想捧主角啊，但是让上一代打得轰轰烈烈的两个大要角，然后现在变成这样子，小丑。姑拉是干尸鬼鲛的妈妈吗？姑拉是哪一个？姑拉是那个 VTuber， 对啊，全世界最红的那个鲨鱼啊！应该是反过来是爸爸吧？你说干尸鬼鲛是他的爸爸，看起来比较操劳啊。确实，对啊，他生出这么可爱的女儿，可以啦，合理啦。曹氏宗亲会集合就是他 NTR， 我知道了，刚刚第一个梗，前面的梗就已经懂了，懂了，这样子放在这里，刚刚经过解释，这张图我懂。懂了嘛？懂了。这张图我懂。一家三口和乐融融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黑棒啊！当时候配音就是这样插自来也啊，最后那个啊，
就是这样挂逼的吗？那时候自然也躺着啊，然后最后配音最后一集就一人插一刀在背上啊，带土是怎样被石头压，巨石强森啊，对对对对对哦，你讲带土，我突然知道是谁了。林啊，林是被卡卡西插胸部啊，这好坏哦，这张图没错，有有有，你这样讲，我脑中才开始有印象，都有哦，都有哦，有有有有印象，很地狱哦，很地狱，这个很坏，这个火影地狱梗，火影地狱图反派啊，我没查克拉了 ，OK， 现在我要开始讲我的过去了。就打一打，打一打，明天打一打啊！我没查克拉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听我的过去回忆杀嘴遁，我过去也是这样子啊。拿一把枪，你要听我讲过去，然后坏人就这样。哦，你讲的是事实，我应该不能这么坏，我要变好，然后就出来打。我们选择离开，因为我们不想出现在《博人传》里。哎，不是关索隆屁事，索隆不是会迷路吗？那路痴就很多梗图里面，他会把索隆偷偷放哦，因为他迷路了。对对对，哦，原来如此，没错。就连我小时候都没你这么胡闹，伊鲁卡，钢手，然后卡尔西，然后第三代火影，你在开玩笑吗？真的是在胡说。鸣人小时候长到长大，其实确实发生的事比博人还多。哦，你有看博人？我只有稍微理解一下，博人就是一个富二代。对啊，对啊，他等他爸，然后爸妈都还活着，然后过得很好这样子。嗯、啊，鸣人不是，鸣人这以前发生超多事情的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体术再好也没血统，没有血统也只是个渣啦。干三道猴的火影，好讨厌哦，博人好讨厌哦，你知道吗？小野图好像写的ninja，真假的？他真的是ninja哎，真的哎，这应该是巧合吧？没有，我觉得可能那一次不是巧合，就是他们有故意塞，故意塞ninja，但是之后应该不是。说嘛，他以前不会喜欢你吧？不，他以前喜欢我老婆。鸣人以前哦，那个是佐助，对对，佐助。他以前喜欢我老婆，佐助、小樱、竹田的书本都是鸣人。你是鸣人的女朋友吗？你看哦，懂了，真的，他真的会乱跑哎。如果你喜欢的角色是个男二，常驻武器为刀类，全家死光光，朋友是个黄毛男主，那么他一定是这是早川秋。哎，他是那个电锯人的，对对，没错没错，原本的电刺的搭档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我想我纵容幻术，这个一定只有日本人会这样搞。我真的可以走过这个马路吗？我真的可以吗？你不要讲得很镜花水月，好不好？我终于学会了忍术，从今天起我就当一只羊回山的真我。哎，不是，因为那个是喜羊羊灰太狼啊，他有穿着像这个小羽的，对对，眉毛像，对，他暗指眉毛像，眉毛像，没错没错，你是 P 的吧？他真的原本长这个样子，我不确定，那个眉毛跟眼睛，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。黑熊该喝了，黑熊。哎，看这样子硬哦，可以吧？当做你敬小李的，敬小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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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一罐怎么样？刚刚那个比较苦，宇智波用，那假是宇智波所住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有人注意的体质被村民居民歧视，鸣人反应，歪楼反应，奇拉比的反应啊，真的真的，就八尾啊。你说那个章鱼，那个鼬，对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他们就是对于人注意的这个部分，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规范。雷影他们村子是有的，是奇拉比才过得比较快乐。啊，对，没了。其实还不错，其实还不错。哎，其实很难得有一部动漫作品可以跟你从头聊到尾。海贼王可以啊，海贼王最新的我没有看啊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火影忍者梗图，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说都还不错。对，我蛮喜欢耶稣这张的，这样顺便回忆一下火影的剧情。没错没错，哦，真的有回忆到哎。那各位如果喜欢今天的话，在下方按键喜欢，记得订阅黑仔熊频道，按照我们的粉丝专页，祝你们收看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 ，peace。